湖南妹子章芷祯 Mia 2020年2月带着两个儿子跟老公刚刚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。在大多数新移民还在适应的时候， Mia 已经开始在加拿大创业了。从小沉浸于中华文化，对瓷器尤为痴迷，即使移民到加拿大，也打包了十几箱的瓷器过来用，并开拓了在加拿大的瓷器事业。在深圳打拼了二十年，这次在加拿大创业， Mia 公司的名字 The Moon Porcelain 象征爱与传承，选择推广国瓷，把国瓷永丰源带进了加拿大。作为国瓷引荐人， Mia 希望能够让加拿大的朋友多用到中国的瓷器，了解到国瓷的精美。华人坚强勇敢，就如瓷器，哪怕平凡微小如泥土，只要勇于接受锻造，就能升华自己，闪耀出自己的光芒。